天山北风北，哎，恭喜下一位哈，带你打上来。好，大家奖金还好，不算太高，19100。但是你种子，你一把 KO 他，跟我对决是24100。好，你打赢了跟我对决19100。哦，好，好吧，女庄家，开门，造势造破，8点。8点。补什么？没得补了。Sorry。你叫他抢公司。我想说，我都没有过补哦，零补，都在那边了。决胜北风北，那个两下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嘉汉。好，以威赢两把，赢两把。好，嘉汉可以出菜喽。油饼。是。大饼。小鸡。是，我想念。哎，看到线，哇！哎呦，你看，大海哥生气了。出菜，想一想。喜饼。九条鱼。吃。六饼。油饼还你。1万。嗯？嘿，10000。小鸡。3饼。哇！打了一组出去。1饼。嘿，啊！金六饼，七条，4饼，都是饼子，怎么会这样嘞？七条，3条，4条。一直跟着是我吗？哇，17万，真惨，他17万，你58万，开心，这个牌真妙。我看一下，后面有，好哦，后面才有，可是还是他先，还是他先，2张58万，哇，白忙一场，真的白忙一场，好不容易上来了，真的没那个命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恭喜嘉汉获胜。24000跟我的决战北风北，好，恭喜啊，嘉汉啊，决战北风北，今天是24000，今天我们录3集，如果这一场我再赢的话就完疯了，我加油了，你加油啊，我们三位哈，没办法，女生，可惜那个一什么，一婷最可惜。上一集的破我们节目的记录37500，真的啊！结果奖金被我守住了，今天被淘汰了。说你们三位养生新人代啊，补脑、补眼、补手气，来，请打红色的，七双，1把金，真的耶。不要，我就4饼。再看大奖，小鸡，小鸡，那我就3条给你。吃。哎，油饼，
酒饼。九条。碰。哎呀，他不走这一边呢。八条。吃。八碗。八条。八饼。抓牌，四条，七条，三条，啊，可惜了，三万，你冲了，反正带着钢盔，四条，一万。怎么会有这么起这样子？哇！三万，二饼，抓牌，二饼，九条，绝招二饼。五万打八万，一万打一千，来牌倒下来，你是二五啊？对，二五八二五。可是本来哪个如果是对倒，你三万零，我三万我自摸，对，对不对？这牌怎么当听二五八万了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嗯，想说给你个机会的，因为这牌啊，你看看。条子挂不可能啊，饼子也不容易啊，好像万子比较危险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一三万那边恨的，来。哎，这水是手机水吗？以为的，他刚刚手机，朝着你后面。好了，送你一个手机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没有赢到奖金，这个送你啦，一点小心意。好，谢谢四位啊，谢谢，欢迎观众朋友报名参加我们节目，想要参加朋友可以让我们的脸书粉专报名哦，其他说话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